你呢，杯点咖啡吧，好啊。洪万珍，你的主厨特制便当来了。加载你有叫我先替你留一份啦，啊，无你弄死啦。多谢阿洪西，阿弟，多谢阿蒙西，多谢阿蒙西。许金凤，啊，你即摆料理卖到这尔好，啥物要做限量啊？你会当加做一寡来卖啊？我就一个人会当做有限啦，而且我方才是做口碑，我袂当为着要加赚一寡钱哦，就甲品质拍歹去啊。是安怎袂找人来斗相共啊？阮即马才拄重新开幕，人较袂稳定呢，请人风险伤大，等生意较稳定才阁讲啊。哇，即马连开店的成本拢会晓算啊，有小老板娘去势哦。哎呦！你莫再甲我亏啊啦！对雪看啥？好啦，啊你这个耳钩，我敢若是倒位看过呢？哪有可能？这是我正常出国的时阵买的呢，我从来唔捌看过有人甲我挂同款。有人心花开哦，阿那免得笑，会用个啊。啊，不过哪提鱼钩哪笑，就代表你杀掉鱼钩的主人。啊，我知啦，迄就是德龙一直提伫个手迄个鱼钩啊。你敢不知啊？伊是完全杀掉挂这副鱼钩的主人呢。想袂到，迄个人是你哦。啊，恁两个当时。安尼啊，哈！既然拢无甲我讲啦，无猜咱是金针菇小队呢。啊，你即马甲阮兄弟进底安怎？我完全听无你咧讲啥，我要来去上班啦。啊？差一点仔袂记，我袂动。再见。哎。你先啦，我讲着进底两字，你操干那屁。囡仔人，点点。嘿，我即马做忝的，有啥物代志？明仔再讲讲。哎，你想要落跑哦？今仔日无交代个清楚，莫想离开。文珍姐姐，你走袂去啊，莫阁反抗啊！你们走哪？你们走哪？给我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哎呦，讲，你无转来以后，是毋是甲德龙做伙？是毋是哼？一定是。哇，佮我讲是庆功宴。都真正是庆功宴呐！恁伫倒位庆功宴？啊，我大声也听无啦！摩天轮啦！哇！文珍姐姐，你真够算呢！迄是紫云顶的啦，伊讲少年人拢是安尼算的啊，啊，就是伫遐唱歌跳舞，啉酒开讲啊。后来紫云是毋是先转去？你甲德龙哥哥两个人继续留来饮酒。恁两个人拢饮酒醉啊！你的耳钩就是德龙哥哥迄暗捡到的。所以迄暗你甲郑德龙拢困伫遐。眠床好困无？就无奇怪，小可好奇嘛。你甲郑德龙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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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知影遐济，是有啥物袂当讲的啊？啊，大人啉酒醉，无说伊的情，遐真正常啊，有啥物好大惊小怪啊？哎，囡仔人莫听遐尔济。欣桐姐姐，我去十八岁，我会当听，会当听，莫学哦。嗯。你给我轻松些，恁家己爱我交代。真正想袂到恁两人进度遐尔紧呢。欣桐姐姐，你加油啊！你看温真姐姐弯道超车，拢比你心胆乱来啊。是谁说我要谈恋爱啊？恁两个拢已经那个啊，哪会搁讲无算交往啊？你那是啥物老派思想啊？啊，我都只是啉酒醉，啊出一点点啊意外尔，是谁说一定要交往啊？不过军方哥哥都拢去耍到你，你莫听伊伫遐有白讲。哎呀，这件代志吼，我已经甲德龙讲好势啊，都当作无发生过，所以不会有下集。你们不要想再追剧。哇，温真姐姐不愧是新时代女性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有 keep。哼，哎，这件代志吼，您知影就好，千万唔通传出去哦。万一子云若是知影，就无好啊。子云真介意德龙诶。啊，若是真正知影，大家就加油。嗯，好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拢交代煞，我们来去洗身看。李某，嗯，听温真姐姐一句话，千万唔通饮酒，喝酒不但伤身，还会失身。嗯听到的根本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欧巴。